美人在这里是怎么样看呢？这个 be voiced, teeth unvoiced, 所以其他我都把它闹得虚了。这是美，是没有 n。如果是加上 n 或者 ng 的话，就是 man 或者忙 busy。啊，我这漏了 busy 了。但是可以把它这个换成 g 的话，就是从就有 ng。第二行也是举例了以后，以下就不举例了，全部是换成这个颜色。你看这两边和这边，就是这个有 n，这个没有 n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有点歧义，歧义也是全部比照，全部是。这边，但是颜色不太一样。这个歧义也是 no n，你如果是有 n 的话，就是千言，那我们就可以找到另外的字了，是吧？这个是不是有点非常的歧义？这个歧义是有点仿照那个歧义的 logo。G E，但是如果是 king 和这个 n 一加上去了以后呢？这两边就平衡了，平衡了以后呢，到这儿呢就是有一个女是没有了，有女是有 n 的话就是，看可以找到哪一个啊？这个王是有 ng 的，是肯定是的，所以这就是女王在中心，女王在中心的时候，又是美人呢，啊，美人女王，这个常常是，可惜我们这个节目。女的看的很少，这可以说是一个讽刺。这偏心呢和古怪是一个意思，但是呢，它是两个 n 的偏和心。你如果把它这个一个找到一个偏和一个中间后面没有这个 n 的话，你可以找到了，这就是有 game 了。那 game 你可以看看是它在哪一边。然后 off 是离，离没有 n。如果有 n 的话，就是凉，凉快的话，是不是可能在这里呢？那可以马上去找啊。然后 normal，这个 normal 是正常两个一个 ng 的话，它是这个是按这个语音学的来排的，它也可以放到中间，那是另外一种系统，对吧？然后规则、准则、看准。全部都是按这个清辅音和这个字母的排列，这么一个来排列的，所以到现在已经有了这几个都是同义词，到这儿一直到这全部是连的，它意思全部是就是有一个是规则插进来了，那么规则呢？这个也是按照这个没有这个 n 来排的，你按别的系统的话，它又不在这个地方了，所以这个是灵活的。那么我们来画一个道道来看看，是不是能够更清楚一点？这个那离也肯定是它有这个方向，但离嘛，如果正常的话，它可能就在轨道上啊，对吧？它可能在轨道上，要是不在轨道上，反而不正常。这地球绕太阳转，这就是一种正常的形状，对吧？然后准则，你看在这里面呢，这两个又有微妙的差别，我们都可以考虑的。你看喜欢这个字是这个 symmetrical，是。对称的，左右对称，王也是对称的，这里面又一个王，但这个王呢，和这个完是完全是不一样的。但是在这个带有 n 和一个 ng 的话，它有多少有点呀，有点联系。讽刺也是这样，也是可以把它看作这两个都给看作这个接近于一个 symmetrical。对称的，那美人是对称的，美人对称，对得很好啊。
这个行直走正呢，到这就不对了。到这呢，不对是在哪呢？在底下这个捺，虽然是很小，但是那个虫子也很小啊。啊，这个风呢就不一样了。它底下有这一捺以后呢，它上面又往这边，所以这个风是东西南北风，它跟这个虫走的这个路径那个是也是很差得很远了。然后这个南枝它对称吗？它不对称，它上面又有这个撇，又有捺点的，所以跟这个不一样。这上面每枝上面是两个是一左一右的。然后南枝呢就是到了是反了吧，是反了，所以这就是一正一反，一上一下，他们两个是对立的。然后偏心也是这样啊，偏了要看中心的话，你可以它按这个语音学可能在这里面，但是意思是不一样的。然后古怪，它这个虽然是对称的，但是它这个音是在一边的，古这个音是在一边的，所以这个排列都是一种相对性的排列，那不是绝对的。但是它的意思啊，这里面的意思大部分都是一个意思，同义词的，一直到下面啊。然后 down 这个哑跟胡同意思又不太一样，用的这个字母也不一样，它里面这个都有这个都有很微妙的关系。所以这个可笑和这个玩笑又不一样啊。这个玩笑你可以说是你是在控制人家，你可笑了你就被人家嘲笑了。喜欢是这样的平的，这是对称的，到狂欢就不对称了，你这也是个文，这个是文，到这边就是两个撇了啊，就动物一样的是吧。所以这个侵犯也是这样，全部是这个音啊。你把这个 F 被这个 R 个平衡了，然后你这个把它看成 R,N,R,N,G, 全部在一个方面，这个就是已经是 violation 了，对吧。这个原因它和结果是对称的，这里面没有列出来。而文凭呢它又有，他可以找到另外一个文后面没有这个，你要是写成文书的话，你可以看看这是哪一个字啊。崇尚你可以说是崇拜，你可以是找另外一个词不带这个 NN 的，但是这个它这个关键你要掌握它的这个内核的东西。你看这 R 有两个 DD, 这个就不平衡啊。你要找，你把这个是平衡了 ,PS 和这个 BL 平衡了，所以是一个没有 N, 一个有 N, 所以这个里面就有很这个汉字里面它对的非常的均匀的。然后 DDZ, 它就跟可能就又不一样了，因为它这边就加了个姓，能和姓都是 NN, 所以它又这个有在词义上是有所区别，但是实际上他们两个还是比较接近的。因此这个谢谢大家。